间，好不容易波转到身啊，再弹翻去，好可惜啦！呢、這个波咧就系张志德有少少系手球噶，咁但系咧喺后边嘅南华会嘅球员咧撞张志德嘅犯规，第一个罚球喺呢个比赛嘅第十五秒钟之内咧出现噶，咁而家系禁区对外咧大概一尺到。是麗新的罰球，咁但係睇翻嗰邊咧，係龍門啊，廖俊輝可能喺度綁緊鞋帶，咁因此呢個罰球咧，暫時都未能夠開出。嗱，可以見到留意咧，麗新球員啲白色波衫上面咧，可以見到個風咧，就吹向麗新龍門嗰一邊嘅，咁即係話咧，佢哋咧上半場係要壓風作戰，係有啲蝕底嘅。廖俊輝，哦，原來咧綁完鞋帶咧就綁戴翻好隻手襪，因為咧。戴翻呢對手咪綁唔到鞋帶嘅，一定要除咗手咪，然後先綁到鞋帶嘅，所以咧會阻得比較遲少少時間。好啦，球門球一開開出，巴貝利壓住一頂俾李建和，李建和咧想話扇俾邦迪。啊，呢個基亞咧接咗入中間，頭槌一射，前邊都發覺冇紅衫喎，咁點啊？姚俊輝咧將個波帶翻入禁區，俾咗赖罗球，赖罗球都好小心啦，睇定咗，都俾翻王国安，王国安再猜翻俾佢，卒之咧呢个波猜松咗啦，张志德推过半场，前边有四个咧麗新嘅球员，一督督入中间，顾锦辉咧 mark 住王利啊，咁大家赛前亦都会估到咧，就系王利边个孖咧都唔使谂啦，应该系顾锦辉啊，李建和，地波入中间甩咗。再送你呢邊都幾敏水啊！冇錯啦，出咗界，麗新嘅界外球。咁大家留意啊，見到而家抌波呢個趙俊明咧，同埋羅偉子咧，都有一條單車褲著喺入邊嘅。咁最近國際足協咧就已經話咗咧，如果佢條單車褲係短過自己條波褲就唔可以噶。咁不過咧，足總方面就話啱啱先收到通知，講話未及即係支援兩隊球隊，所以今日呢場波俾佢哋照著咁話喎。好啦，咁睇翻球場啦，羅偉呢個彭錦全咧，俾翻呢個羅偉子。朱宇大，谭拔士呢个基亚顶就顶到啦，一线入嚟，但系谭拔士就走咗喺后边啊，咁啊接唔到个波。张志德、李建和走位，李建和一撞撞翻落嚟，想话俾就俾到啦，咁但系咧可惜李建和咧就系走得急得滞啊，个波太直啊，咁啊打正佢脚面过咧就冇办法攞到啊。嗱，李建和咧近期嘅表现咧系好好啊，今年嚟讲咧打晒上半季比赛咧就。上一屆嘅比賽好多時候見佢打到下半場啊，或者係中段嘅時候咧就叉住腰啊。咁但係今年咧到目前為止好少見佢有叉腰嘅現象啊。唔止叉腰啊，抽筋都試過啊，我見過好多次噶啦，上一季啊。咁呢一季咧，自從喺歐洲集訓翻嚟咧，這個球員咧好嘢啊，成熟啊，真係冇得頂啊。咁啊，上半季亦都入過有幾個啲比較幾精彩下嘅入球啊，所以咧呢場波咧真係南華會嘅後防要留意下佢啊。我見到咧阿潘已經加入咗我哋個行列啦，咁啊比賽咗咧就係五分鐘。大概三分零四分鐘到啦，潘啊，你見到啲乜嘢啊？建和咧，今季總共入咗六個入球嘅，咁呢個入球數字咧，佢喺佢打幾屆嘅甲組嚟講係相當高嘅呢、這個數字。好啦，睇龍門，係冇乜嘢，好輕易任偉雄係接住。咁啊，任偉雄講起上嚟，阿如佢最近嗰個水準都係起伏不定喎，可以咁講。呢樣嘢咧，真係要值得咧，就係睇一睇。就係咧，我哋賽前都未知道咧，究竟南華會係用咧係任偉雄，因為梁赤祥噶，因為咧呢個決定，我相信咧南華會嘅董事都要直到咧比賽前嗰幾個鐘頭先決定嘅啫，因為佢哋咧都舉棋不定。因為點解咧？任偉雄有經驗，但係咧近況唔好；梁赤祥有近況冇經驗，所以佢哋寧願咧就揀經驗啦。啊！呢場波咧就係用翻咧任偉雄啦。咁而家中圈嗰方面混戰喎，哇！雷達華咧爭啲踢到對方球員啦，但係俾顧錦輝勾翻上嚟咧，撞下撞下咧入跌翻落嚟，哇！張志德咧殺到過嚟呢個左手邊，雷達華送上嚟，邦迪係甩腳啦。羅偉子兜兜望下前面咧冇人啊，唯有自己扣盡自己先去一送咧，但係又俾呢個波仔頂到翻，掟翻出嚟辣椒。趙俊明咧將個大腳掛上去，咁啊李建和啊翻翻轉頭啊，咁啊變咗咧個波咧就陳偉超睇住佢出界嘅。我見到潘志景咧好清楚啲旗咧係清楚咧指示，應該係南華嘅界外球噶。咁李建和頭先係收翻轉頭啊，如果佢喺前邊咧就好啦。嗱咁啊見到熒光網咧，大家睇到啦。頭先阿潘咧話佢入咗六球，咁原來咧聯賽就四球，銀牌就兩球嘅。
佢最近嘅入球咧，就係喺呢個淘汰咧，遠會5-0啊！咁曾經係咧喺工場館嗰邊個禁區角咧就勾咗入咗一球，亦都係咧佢六球入球之中咧係比較精彩嘅一個。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就拉羅球將個波頂入中路啊！雷達華同埋咧山道斯大家同時間去頂，亦都漏咗。呢邊咧亦都係姚俊明咧 mark 住啊羅偉志。咁而家古啊呢個八劍仔咧安迪咧就咬入去右手邊嗰邊。都幾混亂下㗎，個環境，因為咧係陳偉超係太嬌啊！好多機啊！陳志強咧就逼住佢，呢個波啊，陳志強犯規啦！咁基亞咧目前喺個入個人嘅球方面咧，亦都係頂入咗一球。咁由呢個組合型光芒嘅組合咧，我哋見到咧就係麗新嗰個布防方面咧，基亞咧就係陳志強 mark 佢嘅，咁拉羅球咧就 mark 阿譚拔士。另外咧就黃國安咧就執漏，咁趙俊明咧就 mark 啊羅偉智啦，自然亦都係一 pair。好啦，用我哋嘅底線嗰個攝影機咧就係影到啦。顧錦輝頂入中間，羅偉智係咪手球？唔係喎，球證冇吹罰。好噃，安定咧俾咗黃利，黃利睇下有冇啦，睇嚟速度就慢咗少少，但係俾一個中間嘅誤波之下咧，歐容應慈咧大腳殺翻上嚟。太過大力咯！阿宇啊，頭先咧見到呢個黃利嗱，第一腳正式去踢個波啊，速度咧就似乎咧好似話揼起咁樣啊，見到佢。不過個身形咧就如果同呢個南華會嘅亨打比咧，佢就似乎咧就係冇咁笨重啊個身形啊，輕啲。佢個身形咧就比較結實啲，但係速度嚟講咧，我亦都睇唔到咧佢係幾高，因為頭先嗰幾下發力咧，似乎佢又有啲又立唔起咁嘅感覺。不過我相信咧，要睇落去佢嗰個情況係點樣先，我哋可以再作判斷啊！巴佩利轉身勾中圈咧揼地，跟住咧大家去陳偉超擺步，一個雙飛打遠個波咧高而不遠，但係咧俾黃國安啊頂咗出嚟，跟住咧山道士再喂過嚟呢邊嘅彭錦全，仲未俾腳面一彈，山到㗎啦！哇！呢個波咧大家腳咧踢過腳㗎，巴佩利掃把腳一託，又俾巴。呢個山道士咧係擋到，咁大家咧比較混亂少少啊，個波咧唔係咁準成，咁最後咧出咗邊線。好啦，界外球，陳炳安又上嚟啦。咁每次陳炳安上到呢啲咁嘅位置，知道咧佢就會好大力咁樣掉入禁區中嘅波，咁自然咧有啲擁籃等就會拍掌啦。咁個威脅性咧係可以話同國球係差唔多噶。小禁區落果然基亞先後，哎呀危險啊！張志德跟住咧，巴貝利再加一腳，陳偉超快一步，腳五一撩嘅波咧去咗嗰邊嘅邊線，又係界外球。打到現時為止咧，已經超過咗上半場嘅十分鐘啦。咁啊個形勢嚟講咧，而家咧就係、是南華會咧係暫時係個形勢係較為好啲嘅。放去前面，去唔去到？邦迪靚啊！呢個波始終有一定嘅功架，冇得講啊！有級數球員挖出嚟前柱，哎呀危險啊！好在顧錦輝快一步，見到後面嘅黃利已經佈住個位㗎啦。顧錦輝一個撲水式將個波咧頂落底線，寧願輸個角球呢個波，亦係佢當時唯一嘅選擇。呢、這個波如果佢唔頂出咧，佢根本就可以話冇得揀啊！你撞翻出嚟咧，分分鐘有白衫嘅球員喺度。巴貝利左腳內彎球，山道士handball，冇錯手球。五號嘅趙俊明呢個波咧射身落地嘅時候咧，左手拍一拍個波啊，所以呢個波係手球，好清楚睇到。好啦，顧錦輝咧就叫自己嘅隊友咧定翻啲先。因為大家知道麗新嗰個突擊能力是相當強的，咁剛才見呢個邦迪咧右邊嘅突破已經很靚啦。羅偉哲和黃國安咧鬥法啦，銀袋啦，黃牌。呢個波咧，黃國安咧就稍為有啲黃雨啊。當時大家都得位嘅啫，其實咁，但係咧。俾羅偉智閃開咗嘅時候，佢就拉佢，
咁明顯嘅動作，當然啦，球證咧毫不猶豫俾個黃牌，今場波第一個黃牌。時間咧就上半場嘅九分鐘啊，咁啊睇睇個罰球開入嚟好威脅啦。中間咧有基亞、譚拔士，亦都係羅偉智、顧錦輝，亦都喺稍後個位置。顧錦輝六號咧，熒光幕大家見到啦，攝咗入去近處添。咁啊高空就係威脅又一定，哎點知俾咗個地波，黃國安頂翻出嚟。陳偉超自己扣個落底射，哎呀呢個波點樣冇啊？哎仲有機會咧保中，劉友。在禁區外拉左腳一射出界，暫時來講射門方面都是未正式的射中個龍門的雙方面。咁頭先咧就鐘志剛提過咧，就有幾個球員咧著嗰啲入邊嗰啲襪褲㗎，嗰啲橡筋嗰啲㗎，咁啊籃球會嘅山道士亦都有啦，啊另外咧羅偉智亦都有啦。趙俊明亦都有啦，巴貝利亦都有啊，巴貝利可能嗰件啊縮咗水，所以咧就睇到少少嘅啫。好，而家呢個斜直線咧，睇下都未出界喎。咁但係陳炳安快啊，陳炳安咧快得嚟，個波肯定包到，之餘咧冇其他選擇，唯有踢出邊線。趙俊明抌俾咧黃利咧批翻後邊，成個人飛起，扇到個波都冇用啊。咁啊，根據個資料就話呢個黃利咧。就佢本身個頭槌咧就認真係殺食，但係腳下功夫下三路咧就麻麻地，咁睇落咧而家嘅時間太短，實在咧都未能夠我哋下個咧係總結嘅。陳炳安送咗上前邊，空定，哎呢個波危險啊！基亞落底線，斬咗中間，行不善，過唔到喺前邊兩三個身位嘅黃國安。黃利一攞，身材一逼，呢個波係點樣啊？反而咧吹罰啊，南華會係嘛？冇錯啊，呢個波係罰南華㗎，咁啊罰阿朱大啊，佢話咧朱大咧係崩開咗黃利啊。嗱，其實我哋可以睇到今日南華呢個排陣咧，佢係特別針對呢個麗新嘅幾個外援球員啊，朱大、歐陽應慈翻落嚟咧，主要目的咧就係去 mark 翻住佢哋啊，一個跟一個。哇，黃利有機會啊，不過頂唔到，今次咧俾顧錦輝壓先，大黃利再送翻入去。哎呀，呢、這個波咧好彩啊！呢、這個陳偉超咧係奮盡個身咧，係點翻個波俾守門員啊！如果唔係咧，後邊嘅李建模咧分分鐘有機會偷到啊！阿任偉雄啊，上次對港會嗰場波啊，就被列為後備嘅。呢、這個波開出嚟咧唔係咁好啊！彭錦全再加腳，基亞作翻俾譚佛士，見到咧自己仲要走位，朱大走位俾到佢啦。陳志強咧唔敢埋你啊，但係咧終於咧。陳志強不敢逼他，但朱大自己一轉身就騰騰地雞送個球出界。李建煌陳偉超埋嚟逼住他，好高跌下來，黃李頂不到啊！咁啊，球證咧係吹罰啦，因為後面的顧錦輝咧係明顯係推一推佢啊，咁啊形影不離啊，顧錦輝同埋黃李今日可以講啦話，但是咧可惜啊，個球一開出嚟咧又操之過急。除了顧錦輝媽呢個黃利之外咧，邦迪亦都有咧，由呢個歐陽應慈咧係成場咧跟住佢嘅歐陽應慈。咁點解南華會呢場波咧會用翻歐陽應慈咧？喺咁重要嘅決賽入面咧，就係用一個咁缺乏決賽經驗嘅球員咧，就原因咧佢個踢法可能咧可以克制到咧就邦迪嘅。咁大家咧嘥一個球員嘅情況之下咧，都係咧覺得咧南華會有著數。咁所以咧佢哋有咁嘅安排噶。咁喺後備嗰方面嚟講咧，亨打咧仍然都可以咧隨時入替噶。哎，呢個波搞得靚啊，未出界。咁睇下有冇機會出波啦，機會就好微噶啦，因為咧封曬位噶啦。咁斬入中間，見到咧朱宇大咧有啲嘢推人頂波啊。咁球證冇吹罰啦，姚俊輝攞個波抌入心臟地帶嘅巴貝利，巴貝利帶得兩對斜傳甩咗添。呢個波咧李建華有機會啊。咁最後咧亦都過唔到包抄嘅陳炳安。好啦，而家咧就又唔喺度攞翻另一個波，波咧亦都咧送翻上嚟啦。陳偉超失咗，雷達話：哎呀，望左邊啊，佢望就望到啦，可惜咧睇唔到咧，仲有一個紅衫嘅羅偉智啊。咁結果呢個波咧就成為南華會嘅界外球。可以等翻後，冇錯，顧錦輝喺後邊。
比賽到呢個階段咧，雙方嚟講咧，嗰個速度都幾快，但係咧認真有組織嘅埋門咧，仍然咧係未見到，而正式射中龍門嘅次數咧，亦係一次都未有嘅。界外球，彭錦全，基亞兩個人埋嚟，最後觸球咧就係三號嘅陳志強。將個界外球的距離咧就拉近啲。陳炳安較早時候咧，陳炳安已經係類似嘅位置咧，等過一個界外球，好大力，但係今次咧短嘅喎。彭錦全高波，睇下龍門接唔接到啦。廖俊輝一跳，雖然咧有譚佛士喺後邊壓住佢，但係仍然咧好輕易咧接住個波。雷達華。雷達華有啲手騰腳震咁攞住波，唔知點好。但係基亞咧又交失咗。黃國安有個黃牌在身，咁早有一個黃牌咧，對於麗新嚟講係一個隱憂嚟噶。好啦，黃利第一次見佢跳起嚟攞頂波喎，咁上幾次見佢都冇跳起嚟頂波嘅。朱大。哇！全部 one touch 一下就俾波，好靚啊！彭錦全為咗直線去唔去到？羅偉志面對黃國安，哎呀！個波大力咗，大力咗，仲有頭槌頂翻中間禁區頂咧，冇人啦！雷大華一位又失咗，但李建和咧仍然好努力去追，大家5-5攞到翻埋中間呢邊。哎呀，黃利咧好似耷不耷咁喎，轉身慢啊，邦迪一閃，快一步彭錦全。嗱呢個波咧，我哋可以睇到黃利咧嗰個轉身咧，的確係比較慢少少。打到呢度咧，我覺得籃位有多少隱憂啊，就係左後旁陳偉超咧個今日嘅水準似乎咧唔係好穩定啊。試過一腳 miss， 跟住頭先佢咧無端端自己跌喺度啦。睇翻呢個波掛掛出嚟咧，好在做唔到威脅啫。似乎呢個左周邊嘅隱憂咧，就都幾大問題啊，潘嚇。係啊，較早時候就有邦迪嘅一次突破啦，亦係喺佢嗰個位置嘅。咁剛才見咧，李建模喺後邊咧，其實佢已經得住佢身位啊，但仍然俾李建模咧係一鏟到個波兼夾起身咧，李建模快佢好多啊。好啦，張志德一腳掛埋中間，這個球呢個波咧唔要仲好，最後俾六位又危險啊！哎呀，嗱呢個波咧都睇到黃利咧係都幾搏啊呢場波。位置咧就肯定任偉雄好啊，因為嗱用慢鏡頭再睇呢個波，嚇快一步嘅啫。咁啊不過咧黃利當時都收咗步啦已經。基亞頂前頂翻去中間。彭錦全順勢一撩，羅偉志攞唔到，黃國安快一步。俾邊個啊？好，最後決定俾譚佛士，陳志強壓住佢，係唔係賴羅球嚟㗎？跟住呢度彎出嚟，但係前處咧俾巴貝利頂出。山路士黐線去突破啦，去唔去到？俾後。出唔出到5-5？係好在咧，最後咧賴羅球咧粉身一瞓，將個波咧瞓咗落去。好啦，南華會而家右邊咧得到個角球。嗱，為咗家庭觀眾嘅視覺享受起見咧，我哋特別咧喺呢個底線拉平嗰度咧安排咗兩部咧攝影機嘅。咁咧大家可以睇好清楚睇到咧部分嘅開角球鏡頭啦，或者咧嗰啲波係咪出咗底線啊，或者入係咪入咗咧白界內咧，我哋都會睇到嘅。基亞走去近處龍門出嚟，廖俊輝暫時嚟講佢個高波出型的成功率都好高。咁而家南華應該冇乜事啦。咁啊，攣攣啊個鼻頭先受傷，喺場外治理啊，走翻入嚟啦。冇錯，流鼻血啦。佢因為咧，佢拍住黃利咧幾球頂嘅時候，可能咧撞翻黃利嘅後腦啊。咁而家咧就已經係完畢醫治，咩翻入場睇翻場中咧。朱大攞到個波，一路向右手邊推，但係呢一踢過嚟咧又跌咗落去對方嘅球員嗰度啊！方迪、巴貝利、陳志強走到位，佢唔俾轉翻去右手邊，細鬼基亞翻嚟啊！睇睇咧中間有冇人，又冇啊，又要轉翻去右手邊，巴貝利
黄利心口一挨，好高啊！呢个波咧，咦，脚球无灵喎，啊，心口一挨咧，呢啲波咧就踢得出底线，咁似乎咧，嗱，而家我哋咧速度啦，见过佢系麻麻地，吓，脚球咧又无灵喎，咁唯一一块未睇咧就系佢个头锤点样嘅啫，咁一阵间咧唔知有冇机会睇睇佢个头锤攻门啦。任伟雄咧示意啲球员咧系上少少，唔好焗翻喺自己度。一开啱啱过半场，基亚顶埋嚟，谭拔士接到个位，一路推落去啊，过埋添啊，中间有罗伟志，但后边嘅反传刀啦，但系到之前咧俾巴贝利摄咗个位，巴贝利呢场波好勤力喎，前又见佢，后又见佢啊，翻嚟咧系救波咧不下一次啊，头先有球咧亦都系俾佢撞一个出嚟嘅，但系见到呢边咧，哇，两个球员咧睇睇，谭金泉同巴贝利一个捉住件衫，一个就一掌打佢，罗伟志啊走埋嚟推一推佢。而家球证咧，睇下点处理啦。陈志都埋咗嚟，哇！呢一边邦迪咧同山道士又有交桥，其他球员咧开始走埋嚟啦。基亚就箍住邦迪颈，哇！好混乱啊！而家场面好混乱啦。嗱，大家认工我睇到啊，你推我拱，可能咧系有部分球员咧系人哋劝交嘅，可以肯定。啊，山道士好怒气啊，仲哇！呢、這个场面咧，潘你睇到啲咩啊？嗱，我睇到咧，搞起呢件事嘅咧，就应该系巴贝利。因為當時巴貝利咧就同彭錦全埋牙嘅時候咧就五五波啫，但係跟住巴貝利就用佢嘅前壓，用佢嘅頭槌啊頂埋去彭錦全度，咁彭錦全就捉住件衫唔俾佢搏，唔俾佢走，於是乎咧就其他球員就一湧咁啊湧埋嚟啦。即係話咧就佢撞佢之後咧捉件衫唔俾佢走都幾有趣啊，即係好似捉賊咁捉住佢啊。咁咧球證咧點樣處理呢件事呢？而家就聽緊呢個嗱，睇睇個慢鏡啦。當時咧，彭金泉埋嚟捉啊，係啦，阿潘講啱啊，一撞撞中佢塊面啊，我拉住佢。又開始咧，而家講起俄文啦，大家手指指，終於一下，哇！彭金泉咧似咗捉賊咁捉啊，唔肯放佢。嗱，陳鑫明咧已經舉起支旗通知球證噶啦。咁啊，結果而家咧，而家羅偉智又走埋嚟喎，未完㗎，未完㗎，羅偉智走埋嚟。彭金泉是手指指，但是其他呢巴貝利攤起手話我冇啊，邦迪埋嚟啦，邦迪嗱，睇下邦迪同羅偉智，山道士人啊，哦，黃牌俾巴貝利，黃牌俾巴貝利噶，咁呢個判決都可以話好正確啦，因為首先惹起事咧係巴貝利，跟住咧就再俾個黃牌基亞。因為阿基亞埋嚟咧就有動作啊，佢對迷魂鎖嚟㗎，嗰個好緊要噶。迷魂鎖鎖住阿邦迪，咁啊又係黃牌一個啦，個代價就係個處理都好啊，球證做得，即係咧能夠停咗一件事，球證同旁證之間睇到佢係有默契啊，大家傾過知道個實際嘅情況啊，當時好混亂啊，我相信咧陳鑫明咧應該係最清楚嘅，佢喺邊睇到曬成件事。咁而家球證咧就要慢慢集名。看他怎樣處理的球啊，球哦，這個球呢他又好像掩了紅牌出來，就是說怎樣處理這件事，他看看怎樣呢再開個比賽，小鬼就走過來又磨他，陳志都說一於好小理，他說這個球是公正球，因為為什麼呢，他說球當時伸了出來呢還在中間踢的，咁啊，巴貝利咧就撞啊彭金泉，咁佢就吹，哇！成堆人咧，你踢我踢，哇！呢、這個波一放落去咧，都唔知踢波定踢人啊！如你話佢踢波定踢人啊？呢、這個波啊，呢、這個波混亂啊！但係我見到黃國安咧，佢腳就唔係話踢波咁簡單，我睇到鏡頭。其實我諗啊，如啊呢個處理咧，如果係公正球啦，我認為就比較危險啲，係嘛？應該安全啲啊！波係對麗新唔公平，你擺翻喺嗰度嘅觀眾球。嗱、啊、又有啊！而家中間咧，我喺球場中間見到咧，九號嘅譚拔士咧，又同呢個對方球員有啲拗撬波咧，好彩咧，好快就平息咗。咁啊，唔知佢哋仲講咩俄文啦？或者問睇翻呢個球場上面先。
咁波咧，我如果睇翻嗰邊咧，方迪咧都唔係出腳，都唔係話咁斯文噶。佢同歐陽詞頭先個波埋牙都有少少嘢噶。咁希望咧呢啲咁嘅暴戾嘅風氣咧，我唔好啊。由而家咧就係、是、一路落去咧，減退啊，唔好即係令到一場決賽咧就係、是。就係、是、蒙上呢個污點，因為而家咧好多觀眾，即係唔單止話入場二萬幾個觀眾，而家家庭觀眾嘅數以十萬計噶嘛，就唔希望睇到成日吹停個比賽。頭先攞黃牌出嚟，咦哦，係嘛？希望有啲精彩嘅射門鏡頭睇下啊嘛。咁啊，有好多觀眾今日唔去街噶嘛，唔打牌噶嘛，啱唔啱啊？係嘛？睇比賽噶嘛，係嘛？好啦，而家陳偉超攞定個波掛翻上嚟，彈翻後包，佢哋再咬到中間冇用啊！黃利慢一步，陳炳安頂翻出嚟，何偉智攞到，係可以俾基亞，基亞喺左手邊啊！再平過嚟呢邊，彈緊住控定，哎，控得好靚，可以斬到遠處兩個，基亞到，哎，好可惜咧，壓住對手咧，一頂之下咧，壓住呢個黃國安一頂之下，呢個波頂咗出界啊！咁似乎個氣氛而家就正常翻啊！我想在頭先一輪的大家急躁同埋一個緊張的情況之下咧，而家大家啦回一回先嚇，咁亦都係可以話咧，就大家冷靜一下。個波未出界㗎，大家見到咧黃利，但係頭先咧係因為佢開球門球開個球門球時候係未出界，球證就示意再開嘅。咦，黃利好快叉腰喎，見到。嗱，黃利呢個 case 係咁樣啊，因為咧基亞咧就同佢好熟㗎，佢而家咧住緊阿基亞屋企嘅。咁佢話咧，黃利嚟香港之前咧，其實咧有兩個月都係冇操練過㗎啦。咁嚟香港計計埋埋跟東方同埋雞嶺西咧，操過大概兩個禮拜到嘅啫。咁而家見到咧，邦迪喺左手邊啊，歐陽應慈喺佢前面，搞入中間包到啊，顧錦輝好嘢，彈翻出嚟，睇下山道士控唔控到啦。哇，控得好靚喎！呢個波亦都吹罰咧，係雷達華先吹罰咗雷達華先。上半場就打到目前為止已經是打了21分鐘有多，紀錄仲係雙方係0-0打成平手嘅，應該是26分鐘有多噶啦，咁啊0-0，但係咧現場嗰個火藥味咧相當濃厚，咁我諗咧半場嘅時候雙方嘅領隊啊、教練啊都應該咧係撳一撳翻球員，咁否則咧就正如阿如話齋啦，夢想污點就唔好呢場決賽啊！咁啊，人數咧正式嘅人數未出嚟啦，但係咧極有可能咧今年啊入場數字最多嘅一場賽事嘅。今日左腳撳啊，又個波咧啱啱生翻出嚟，賴羅球生出嚟嘅，但係咧彭錦鑽呢個波咧就求其一腳，唉、哎，好在咧今日高勾，但係咧都係大力嘅投個波，追都追唔到啦，朱宇大。但今日咧見到朱宇大咧，雖然擺住佢中場啦，佢嗰個活力係好好啊，好多機會，好多攻勢咧都係由佢呢邊發動。咁另外彭錦全喺右手邊嘅助攻咧，亦都見係有湊效啊，因為幾次咧都喺個右手邊咧由佢係傳出去呢個中間製造一啲嘅埋門噶。廖俊輝大腳咧係啊，黃利頂唔到啊，又係顧錦輝頂先喎。咦，顧錦輝咧一路 hit 住黃利頂啊！趙俊明是犯規了，這個球是撞一撞羅偉智，趙俊明了，今屆趙俊明的比一路打得不錯，一個防守中場是打得很好，山道士擔去廖俊輝到了，個球站在這裡跳起已經接到了，立刻掟過來右手邊，方迪想滑轉但又逃不歐陽應慈，吹罰啦！球證陳志都咧企得好近，呢個波球證係吹罰朱宇大嘅。咁啊，麗新咧喺自己嘅半場咧係有一個罰球，張志德高波，黃利線到，但係咧完全冇白衫嘅球員，好輕易可以攞到。彭錦全一撳撳喺中間，彭拔士腳面一彈，後上嘅陳偉超一扣彈啊！咁啊，陳偉超咧，無論喺嗰個速度啊、球味啊、鬥志啊，似乎咧比呢個李建和咧都係爭咗一截，急起直追啊，應該。
沽物论点，都可以咧系博到一个界外球。啊，角球嚟噶。印咧个波印唔到啊 ！miss， 跟住咧俾哎呀，但邦迪又系攞波甩脚，彭锦全快一步，邦迪追翻啊！罗伟志过咗一个，过唔到啦，个身位俾佢食晒。吕大华一比巴贝利睇到啦，越位。对面的旁证很清楚之极即刻是递高毫不犹豫王利呢仲望下望下冇计啊波开返出嚟㗎啦阿星咪罗威兹但係呢、這个波冇事只继续王安安企喺度唔喐佢跌落王安安度㗎啫咁啊返过嚟呢陈炳安呢大脚解围先頭先個波羅偉智一逼埋有少少係炸地嘅，因為黃安安冇動作嘅，咁所以咧佢示意咧陳志推亦都話個波冇事，繼續嘅。雷大華，哎呀，雷大華插翻呢個波撞出咧，但係咧羅偉智咧又佢話唔得呢啲益，撞翻後邊俾呢個彭金泉先，冇用啦！這個波咧，譚日士攝唔到位啊，拉羅球咧又有翻咁大隻啊，所以咧係頂得順啊。我諗咧頭先咁樣一撞咧，如果係普通。散啲嘅球員咧，可能成個俾譚文士飛起噶啦，而家冇錯冇錯，因為咧拉羅球本身咧喺呢個80年至845年到嗰幾個球嘅對好多鬼佬啊，所以咧佢本身喺頭條方面啊、身材方面咧，對呢啲外援咧其實好有經驗應付噶啦。咁而家南華會機啊突擊咧睇嚟咧有文有路幾有威脅喎。好啦，彭金泉喺右手邊又攞到個波，咁而家有幾個可以揀㗎，可以俾羅偉智又得，俾朱大又得，朱大咧控咗。再去球證又話呢個波冇吹罰，邦迪好快啦！歐陽呢次快一步啊，起翻龍門，唉都好嘢。咁啊，起碼咧界外球都唔使輸住先，自己又可以攞翻個控球權。嗱，目前嚟講，歐陽前孖邦迪，我就覺得咧都好理想，嗰個效果都好。唔知你哋兩個覺得點？打得唔錯啊，我覺得佢，因為佢嗰個年紀係輕好多啦，咁個活動能力就比較強啦。咁邦迪咧，你話如果上半場佢仲係咁樣放下半場咧，可能係行行企企噶啦喎，仲要加時啊！今日呢場波咧，因為咧就係打和話咧，要加時噶。咁顧錦輝咧，孖呢個黃利亦都咧，執執掂。咁問題咧就係李建和嗰一辦啦。李建和如果陳偉超咧搞得掂咧，咁變咗咧南華會後防亦都好穩。咁但係呢個波應該追唔到啦，出咗界啦，追唔到啦。咁啊，趙俊明根本就唔使亞位，因為我哋個位置睇得好清楚嘅。咁啊，旁證亦都有示意噶。通常球員咧中意拗頸嘅，咁啊即係自己咧比較主觀啲。但係呢個波話冇得拗啊，而因為咧嚇呢度我哋睇到啦，旁證咧直情拉成一條直線咧，陳任明咧亦都係即係佢一踢嗰下佢已經係舉旗，即係佢從冇猶豫過噶，所以呢個波話冇得拗嘅。因為如果喺我呢個角度睇到出界咧，旁證睇啊100%更加肯定係出界啦。好啦，而家咧就見到任威豪。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好多球員咧，如果佢哋做藝員都應該好出色嘅喎。好識做戲啊！喂，我哋揾個鏡頭解釋一下，你到時解釋一下好啊！喂，睇呢個波危險危險啊！冇事冇事。嗱，好似頭先阿羅偉智咁樣啦，跳落去嗰下直情即係假到出曬面嘅。球證好嘢啊！球證呢啲波真係啱唔到嘅真係。好啦，而家見到咧，譚佩士喺邊線嗰度咧，亦都好問啊，係啦，出界啦。咁佢亦都知道咧冇計啦，唯有嘥啲時間。咁主要咧就執得個波翻嚟咧，自己嘅隊友咧嗱未翻到位嘅，亦都可以翻到位。咁亦都咧啱啱哨完一段嗰啲，亦都可以唞下氣。那個作用就係咁樣啦。譚佩士今年嗰個入球數字都相當高，好高啊！應該係有十首位三球係嘛？排第一啦，而家排第一啊！咁可能咧會攞呢個最佳神射手啊！舊年咧就係佢都係排三名之內噶啦。頂就頂到李建和、陳偉超今次咧壓得好啊！斗翻後俾任偉雄，任偉雄一攞定個波咧，球迷有啲啊有掌聲，有啲咧都有啲感嘆聲噶，都呢幾場啊好明顯，南華會踢波就有咁嘅現象。
講翻呢個南華咧，今日我睇睇佢嘅後備陣容咧，米拿法咧就係後備啊，陳法之，佢係分分鐘咧佢有得變喎。但係反圍咧睇翻呢個麗新嘅後備陣容咧，就似乎冇咁強啊。咁所以咧，如果呢場波咧一路再打落去，即係大家都係膠着狀態咧，似乎南華就會派殺手揀出嚟啦。因為咧麗新咧蘇曬 Colly 噶啦，冇啦，紐頓佢唔踢得啦，係咪先？帕利奇撤銷咗註冊，另外咧就仲有一個咧就係唔敢話咧，暫時都有傷噶。咁啊，睇翻嚟你傷咗好耐噶啦，傷咗好耐。嗱，睇嚟仲有咧就係楊健強同埋黃志輝兩個都係防守球員。如果你輸波先，變咗佢個變動唔係好大啦。譚佩士的確咧，亦都係咧，頭先我哋見到熒光幕咧打出個入球嘅銀牌，同埋聯賽都有噶啦。總共係13球，聯賽係九球嘅，係銀牌4球。而家邦迪咧就呢個波咧，俾阿歐陽嘅射手邊將個波頂走咗，細鬼擠入中間。好啦，邦迪去咗右手邊。因為我知道原來出埋界添。比起上一場銀牌準決賽，佢翻嚟咧就替麗新咧擊敗遠會5-0咧。啊，邦迪呢場波似乎就應該會踢得比較辛苦啲啦，因為咧你一上一場一掃咗 call 你，人哋又會部署點會 mark 你啊，冇咁自在噶啦，老實講。咁而且咧5-0呢個紀錄啊，真係銀牌準決賽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噶，偶一為之就得嘅啫，打多10場都未必贏到5-0啊，真係噶。咁你講邦迪今日咧，應該真係冇啖好食啊，因為咧佢就係即係面對住呢個歐陽應齊、歐陽應慈咧，就是、一個初生之熟啊，咁啊變咗咧就冇啖好食。但係我哋要睇呢個問題啊，咁樣睇法，你唔可以放鬆佢一次喎。是不是你现在是抹得他好掂啊，但是可能他在89分钟的时候呢走甩他一次呢，哎，南华会就不行了。这样东西又要讲回他那个决赛的经验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就说在决赛里面要派一些有经验的球员出来呢，一些新的球员呢就一时之间受不住那个比赛的压力呢，全場打得很好，一個錯失就可能是絕成大錯，就是這樣了。所以南華會現在今天用回任偉雄，很多球迷都贊成，因為這決賽經驗一定會有。加個球一抌入來變成羅偉智壓住這個趙俊明，羅偉智醒目，這個球壓到位，雖然是線一線腳一鏟，最後足球還是羅偉智，這個球看看怎樣羅偉智追著來罵，哎，死了死了掹牌，死了死了，哎，這個球冤枉，不是說冤枉，是就自己拿來的，自己拿來這些球純粹是自己拿來的，說你出了界你就走開就算了，從個慢鏡看看個球爛的時候呢，哎呀，這個球又是冤枉，真的怪得他，怪得他這麼勞氣，今次真的是我們從個慢鏡可以，如果這樣計算，就是說個黃牌還拿得冤枉了，就是冤枉咯，我現在就說個黃牌冤枉，我不是說界外球是國球啊，清楚睇翻，所以好多時啲球證啊、旁證唔係幾中意慢鏡就咁咯。係啊，好反對啊，因為點解咧？就係將個真實嘅一面咧，就係完全都揭露出嚟啊嘛，係咪先？不過但係有時咧，即係啲波咧，好似頭先咁四隻腳翹埋一齊咧，又係難怪佢哋係即係睇漏眼嘅。係密啊嘛，睇密啊嘛，但係就好難講啦呢啲就。即係如果大家同樣白色襪咧，就冇得講。襪咧有個紅色，一個藍色噶嘛，係嘛？不過唔緊要啦，老實講，旁證球證都係人，任何機會都有機會犯錯，係嘛？咁呢啲老實講係小瑕疵嚟啫。咁最緊要戰果冇影響，最緊要唔好影響整場波嗰個進展或者一個戰果。咁而家個球門球咧就拉羅球，似乎佢對個腳力自己又好有信心。果然過半場，顧錦輝頂唔到啊，扇翻後。压住，鸡也到啦！一批高波，陈志强立刻嘅缩翻后，這個球咧黄利啦，睇下黄利嘅头条点，又顶唔过咧顾锦辉。咁但系呢个球系有蛊惑出噶顾锦辉，因为你压住嗰阵。阿余，你觉唔觉得黄利咧有啲似以前效力精工嘅荷兰国脚加荷夫？个样啊似啊，踢法一啲唔似喎。个样好似啊，个样就你要讲踢法啊，踢法就争两皮波咯，争两皮波啊！好啦，而家拉羅球咧，又再次斬埋去，向住黃利斬埋去，頂到。好，陳炳安咧加一頭解圍先。咁而家咧揾緊波，變咗咧益曬咧就張志德。哦，又俾咧係山道士鏟得。呢個波咧應該係麗新界外球啦。
哎呀，出唔出到？似乎扑扑地喎。哎，角球冇错，呢个波球证咧，陈子都睇得清楚啊。系角球啊，因为欧容应前嘅内大髀嘅内侧咧，将个波撞咗出界。巴贝利就走去开。上半場壓風之下的麗新咧個攻勢的確係比較少啲嘅，咁呢方面咧亦都係咧係一個事實嚟嘅。不過比賽到呢個階段咧，如果發覺個風勢咧就已經係比起開波嗰陣時係較為弱咗少少嘅。冇錯，內彎球頂到啊，哇！成班人攏埋去，最後咧都係朱大一腳勾銷先。陳志強頂啲嚟，係頂翻上鄭宇威三個啊，邦迪、王利、巴貝利，哇！三個鬼啊，都係跌落越位陷阱。呢個冒牌加洛夫，巴貝利咧就慢慢就揼翻翻自己嘅後半場啦。俾翻龍門，冇事。張志德有位嘅直線，王利。彈到邦迪，唉，見左邊唔掂，嚟右邊啦。陳炳安頂翻出，呂達華睇到，但係咧俾唔到，彭錦全咧閂埋咗道閘。邦迪，王利，哎呀，一攞波甩腳，嗰個基本技術係比較弱啲。最後都係陳志強彎翻上去，邦迪又慢。張志德呢個波一揼咧，揼咗出界，咁啊一時咧收唔到個勢，飛咗埋啲廣告板度。啊細鬼精啊！呢個波咧借力嘅啫。咁啊時間咧上半場嘅41分鐘半，紀錄係0-0啊！但係黃牌方面咧有4個。界外球即係抌俾咧譚拔士，譚拔士咧都心口都扇得好靚噶啦，咁但係咧陳志強係犯規。陳志強本嚟嘅最擅長嘅位置就左後衞，但係呢場咧由於呢個部署嘅需要咧，佢要 mark 機啊，所以咧唔係固定啦，個防守位置一定唔係固定啊。譚拔士先到，機有空定，哎呀轉身轉唔到啊！五波彭錦全攞到，彈橫出咗界，麗新界外球。後面的張志德突然間推上擺脫一次，好又過不到，就是歐陽應慈和山道士的夾擊，現在山道士分波了，右手邊有兩個基亞，譚拔士的遠處，好這個波怎樣，哦有少少動作，因為譚拔士咧跳起之前咧就用個踭得一得咧賴羅球，變咗賴羅球咧起跳唔到啊！上半場咧個局勢咧睇嚟都冇乜嘢大嘅突破啦，而家咧個時間就仲有大概分零兩分鐘嘅完場，不過球證咧絕對一定會保時。王利線翻左邊，但係咧波勾啊巴貝利。好啦，呢個波咧就係睇下邊個嘅速度快啦。羅偉志係快啲，姚俊明就分落去，角球啦啩。咁點樣處罰啊？哦，係俾罰球啊。嗱，呢個波咧雖然球證係吹咗罰啊，但係咧我哋要欣賞兩個球員嗰種嘅鬥志啊，足足咧走咗我諗有80公尺，兩個速度係差唔多啊，唔係爭好遠咋，幾乎一齊到。咁但係咧球證呢個波咧就係吹罰姚俊明。但咧，兩位年青球員嗰個拼勁咧，實在值得一讚嘅。好啦，我哋用呢個角度嚟睇啊。呢個角度就係我哋個特別安排個攝影機嘅位置啊，就接近咧角球旗嗰個拉一條直線個位置啊。嗱，山道士一扯扯埋去遠處，哎，冇人喎。阿羅球追唔追都一樣啦，唔追就界外球，追咧就辛苦啲，但係咧可以地波。嘥咗我哋呢個咁靚嘅攝影機角度啊！呢個波可以咁講。嘥啊！真係認真嘥。哇！今日我哋好犀利喎，世界盃咁做法喎，8部機。仲有一部機，你睇睇佢喎，喂，喺個網入邊㗎，
喺第八步咧係攝影固定嘅攝影機就喺網啊，喺大中底個網入邊。喺部微型嘅攝影機啊！一陣間我有機會俾各位觀眾睇睇，而家睇波先。44:40噶啦。咁啊，因為較早時候咧，喺上半段啊，曾經雙方有少少埋牙鏡頭啦。我相信嗰度球證會補時，啊補幾多咧，就係球證自己隻錶嚟決定啦。陳志強頂到，巴貝利半倒掛，俾翻王利。哎呀，呢個波啊，傻人有傻福喎，俾翻嗰邊張志德。再扣帽啦，个波已经甩咗脚噶啦，冇自己球员翻嚟帮。欧阳应慈呢个波咧就系啊滚出六脚咗少少，邦迪比前，仲系张志德，最后咧出咗边线。好啦，大钟啊已经过咗半分钟噶啦，比数仍然系0-0，球证嘅鸡声啊随时会响起噶啦。保時咧，絕對咧唔會超過咧，唔會咧少過一分鐘，因為咧頭先咧停得太耐啊。好，呢個波線到，王利鬥入中間，哎呀冇用啊，又俾顧錦輝頂出。哦，巴貝爺呢個波放棄，變咗成為咧等下後衞嘅突擊，彈拔射喺遠處，係啦，哎呀高過頭啊，咁啊見到咧山道士去追啊，追唔到啦，呢個波慘啊真係。呢、這個波應該好機會係突擊㗎。呢個波路數睇到啦，基亞，但係咧自己嘅腳頭無靈，都差唔多就係爭咗少少，啱啱高，乜夾硬彈拔線要跳到盡嚟到希望線個波或者攞個波落嚟，但係呢個難度係相當高啦，冇得講啊！嗱，保時咧已經超過分半鐘㗎啦。咁而家咧睇翻陳志滔仍然都冇話跡象咧，想話吹雞完場喎，夾腳添，係、呢個波咧完場啦。搞到南校會嘅呢個助教啊，呢個領隊咧，洛德輝咧非常之擔心啊，因為咧頭先嗰個突擊嘅黃金機會嚟噶，發仔都可能咧就睇佢呢場波咁嘅情況咧，都有少少有少少表情嘅出現。咁而家咧下半場咧分分鐘又去搏殺個發仔，入去搏殺咧，今年咧萬應萬靈喎，好犀利噶，保時超過咗兩分鐘噶啦。陳偉超右腳唔好指意佢射啦。哎，好波！彭锦全俾得靓啊！哎呀，攞得唔靓啊！咁啊，估唔到咧，目前咧就射手榜嘅排第一位嘅谭炳健呢个波啊，射到个波底出咗界，咁啊，全场哗然啊！呢个波完全冇射手嘅风范喎，好杯一看弹地，左脚哇，向天抽咁，三个龙门咁高都未必中啊！算唔算是最好的機會呢？上半場南華會，我想他自己都遇不到有個咁好的機會，所以這個波之間都不知道怎麼好。這個波真的很突然來的，突然間麗昇右後防方面出現了很大的缺口，張志德不知道走到哪邊。好了，卻知在保時超過兩分鐘之後，球證吹雞完銀牌決賽的上半場的賽事，上半場大家都是0-0，1-0就結束的。至於下半場的比賽的情況是怎樣，我們休息回來先再跟大家介紹。本身咧神高神大咁樣一下落嚟咧，哇！邦迪企得住，我都算佢好彩啊！體能都有翻咁上下咁啊，所以咧就呢件事嘅處理之中咧，我哋都覺得咧，除咗嗰球咧就係公正球有啲問題之外咧，佢哋球證咧俾咗嗰個兩個黃牌，好合理噶。嗱，角球方面提一提啦，上半場麗昇同埋南華嘅角球加埋就四個，上半場嘅角球次數係4次啊！家庭觀眾可以咧摘低啦。自由球方面就南華咧都係比麗昇多係4球嘅。咁射門咧亦係南華多啲。咁啊傳中球咧都係南華多啲。咁啊會唔會話數字嚟比較咧就係南華嘅攻勢啊各方面比較好啲？咦呢個角度好特別喎，阿如。係啊，我喺英國波入面見過，我依家做緊英國波添，唔係啊。原來我哋咧喺網後邊裝咗個第八部嘅攝影機，廣告翻嚟再大家傾呢部攝影機。0-0啊！正式射門咧次數都唔多，
咁所以咧喺廣告之前咧，我哋講嗰部攝影機咧，始終都好似冇乜機會用咁樣。英雄無用用武之地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咧為咗咧就家庭觀眾喺屋企嘅電視機面前睇個比賽時間咧，能夠咧重複一下或者咧重温下嗰啲射門鏡頭喺比較近距離有啲動感嘅話咧，我哋特別咧就開會研究過啦，就喺個龍門柱上面學英國波咁。咁啊，安排咗一部咧就固定嘅攝影機，微型攝影機喺度。但係好可惜啊，我哋上半場似乎都未用過喎，因為冇喺嗰邊嘅精彩嘅射門鏡頭出現。哇！阿如，我發覺你如果唔撈呢行咧，你去賣攝影機你都好掂喎。咁而家見到南華會咧，就喺更衣室嗰度咧，就係翻出嚟啦。經過咗接近咗超過咗十分鐘嘅休息。咁下半場就點踢同埋換人咧，我哋都未知噶。嗱，如果換人咧，就應該南華會就比較多嘅犯數選擇，因為佢有米拿法咧，陳法之未出噶。咁另外亨打咧，呢個空中嘅霸王亦都未出噶。咁變咗佢攻擊方面咧，可以好多選擇，可以好多犯數去變噶。咁啊，麗新嗰度咧，我哋頭先喺比賽中段亦都講過，那個犯數就比較少啲。咁而家差唔多係地莊啦，呢班人。其實嚴格嚟講咧，喺呢場波咧，就雙方嘅外援球員咧，應該可以打出佢本身嘅水準。點解呢？因為嗰個天氣咧比較適合佢哋嘅，應該啊，唔係話太熱，涼涼地，地下濕濕地嘅，濕度比較高。其實佢哋應該習慣嘅。你話如果喺咁嘅環境之下咧，都踢唔到好波出嚟咧，咁啊係咁先㗎啦。大家知道佢嗰個實力去到邊度？好啦，下半場咧係啊，輪到紅衫白褲嘅南華熒光幕又攻咗，首先開波，個波一開咧就即刻將個波傳送翻去後邊。隊長係陳炳安，啊麻煩兩位同事咧幫我哋睇睇啊，睇下有冇雙方有冇換人。俾翻龍門任偉雄，任偉雄咧揼兩揼掘上去啦，係啦，哇個波咧好高。首先到嘅咧，我哋見到咧就賴羅球嗰個手踭。好啦，咁啊證實咗咧，雙方咧仲係沿用翻上半場嘅22位嘅球員啦，冇換人噶。山道士睇嚟都係佢開噶啦，兩人嘅人場啊十碼夠曬，高波埋嚟，陳志強一頂頂翻出，哎呀，咁都漏咗喎。巴貝利順勢一趟，趟去左邊，邦迪。歐陽英慈又嚟啦！啊，果然快一步散到個波。阿譚佛士再加一腳，嗰、那個位置比較辛苦啲。最後咧，賴羅球咧用個腳尾一彈，彈咗出嚟。顧錦輝仲攞翻順，但係波攞得唔係好靚，唯有回身咧又係求其一腳。黃國安一頂頂高，一齊去。再彎去嗰邊，咦？唔係喎，我見到楊健強喺度啊，17號楊健強咧係入咗場喎。咁相信咧喺禮新方面咧係作出咗調動噶。楊健強，冇錯，好清楚睇到17號嘅楊健強。我哋嘅 camera 如果咧係幫我哋可以捕捉一下17號嘅楊健強，而家咧就跑緊去中圈，係啦，喺用嘅彭錦全隔離噶，好啦，朱宇大一頂頂翻上前，仲係朱宇大一浪，山道士冇位去啊，冇位俾佢去啊，球證咧呢個波又係吹罰咗，吹罰咗7號嘅李建煌。陳偉超，用佢生手右腳，心口一落，雷達華加腳，哎呀，這個波五波一齊去，歐陽英慈快一步，俾翻龍門，冇事啦。咁我睇到啦，黃利啊，黃利咧呢個麗新嘅空中轟炸機咧就暫時休息，由17號嘅李就代替了他的楊健強代替。張志德轉身一掛，巴貝利上半場表現不錯，惹火呢就惹火了一點，再比陳偉超快一步勾銷這個球。
阿潘啊，咁啊黄利咧下半场冇踢啦，咁啊赛前咧你就同黎新领队梁守志倾过咧，佢就认为咧就可能系即系南马选择错，咁但系佢而家可能都做个明智嘅决定咧，就系下半场匆匆又将黄利调离场啊，为时未晚嘅我谂。但是呢杨健强的表现是怎样呢，我们又要看下去才知道。在上半场的比赛来讲，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就是说黄利他本身就应该就不是那么必了。咁我睇到咧，就經過呢個調動之後咧，就將巴貝利咧推翻上去打箭頭啊，將楊健強咧係放翻個中場嘅位置，因為上半場咧呢、這個巴貝利咧就縮咗落去打中場嘅。好啦，呢、這個波好大嘅轉埋嚟，睇下後邊嘅羅威茲到唔到啊？咁但係唔到啊，因為咧比籃球快一步咧，將個波係阻出去先。張傑德咧係舉手，咁啊舉手就有噶啦。咁啊，但係因為陳志滔就唔係啱，呢個係黎新波嚟嘅。因為個波咧啱啱揼落去十一號啊朱元大腳盤出界，唔係好明顯嘅，咁所以當時球證同埋旁證都猶豫咗一陣。但係呢個波咧，再終於得扯翻入咧，大家都唔為意啊！益咗後邊嘅顧錦輝、陳炳安，穩陣咧可以俾翻任偉雄，但係佢而家唔俾住，慢慢推翻過去，俾右手邊歐陽英慈、陳炳安、顧錦輝。山道士走過嚟邊，對住李健和一個通啱佢咧，係過李健和俾到佢當球員。哎，但係咧最尾咧係俾衝出嚟嘅賴羅球係將個波係篤翻出嚟。陳偉超要被抌一個界外球，山道士喺度佢唔俾，一抌抌落去咧機械甩咗，但係咧再想話轉翻嘅時候咧個波就出咗界啦。咁呢個波咧我見到咧球證就望旁證，旁證咧就冇示意，咁啊結果球證咧就係吹咗嘅。吹咗之後咧，就俾咗南華嘅，咁但咧好快手掟出嚟。而家就話唔係，應該話黎新嘅。唔係佢咁講，佢認為南華咧就抌個波嘅位置就前咗，咁咪吹停，即係罰翻個轉頭啦。罰翻轉頭，但係俾黎新波。頭先就好有趣，我見到咧陳志滔望陳任明，陳任明咧就冇示意嘅。啊，睇翻呢個波先啦。好在歐陽應慈咧快一步咧係將個波係頂翻，即係唔好掂啊，掂落去就罰噶啦。不過咧好彩，陳志滔含住雞噶啦，咁但係冇事啦。李健和同埋方迪咧好緊張啊，指住佢，哇！佢爭啲想用手啊，呢個波一掂落就唔掂啦。喂，小紅啲嘢可能嚟嘅咯喎，師傅嚟啦，師傅嚟啦。上次得嗱，睇翻頭先個波嗱，好得意噶，打一踢本來冇事噶，個波咧滴喺隔籬出，哎想掂，哎呀好刺激，手物尖掂到喎，啊掂到嘅喎，好似不過放過咗佢啦。楊健強啦，嗱頭先阿潘咧就係睇到啦，楊健強入咗嚟，咁不過咧呢、這個波就係擺咗出界，亦都係著咗一條單車褲。問嗰啲球員啊，佢哋認為咧，即係著條咁嘅褲咧，就係拉住大髀嘅肌肉咧，就會係即係喺個運動安全上面啊，就係會好啲嘅。嗱，如你哋以前踢波就唔興呢家嘢噶，冇啊，冇邊有呢啲咁嘅嘢啊？而家就好多呢啲嘢啊，真係。而家即係證明嗰個運動器材咧越嚟越先進啦，因為喺歐洲方面咧，呢啲咁嘅襪褲咧，亦都有啲保暖嘅作用啊。有時咧雪地下比賽咧，真係要著絲襪。我呢個單刀波睇下冇乜威脅啊，因為廖俊輝亦都出咗嚟啊。我相信國際足協如果係禁止呢類咧咁嘅單車褲咧，都係因為個外觀關係。冇錯啊，即係佢而家話咧，如果你佢短過本身條波褲咧就可以。咁有個有趣問題啦，佢將條波褲放長，佢又如何咧？咁啊，回復翻四十年代嗰啲咁啊，著好長嗰啲褲咁啫嘛，冇嘢噶，即係視覺上冇咁好睇啫。其實亦都唔方便啊。咁我哋睇翻咧，山道士咧，哇，好靈活啊，擺脱咗兩個球員，送翻俾羅偉智，羅偉智咧再送入中間，彈拔射冇角度射，但係佢都係起腳射中龍門。但係廖俊輝咧呢啲波，老實講真係好易食生菜咁啦。如果俾入中間反而個威脅係仲大。睇翻個慢鏡頭啊，真係啊，哎呢、這個波食唔應啊，原來咧係啊，譚佩斯食唔應啊。咁而家南華會咧就下半場換咗邊比賽之後咧，佢哋就壓風噶。不過好彩就下半場咧嗰個風勢咧就冇上半場開波之前咁勁，所以佢哋壓風咧睇落去亦都唔覺得有乜嘢。睇下追唔追到啦，李健和亦都好 fit 啊，李健和呢個波你話追幾遠啊？啊！以翼擘位啊！呢啲就係一個嗱，現代個波點解咧就係咁少空位咧？就點解咧？就因為個個人都回防噶。好似李健和咁，呢個波點解要追咧？
原本嗰個位置咧就右後衞應該追嘅，但係咧，既然對方出擊嘅球員咧係自己嘅目標球員，佢一定要追到底嘅。咁呢一方面嚟講咧，李健和呢場波係執行得好徹底嘅。特別我哋見到今日場波咧，即係通常咧用一個釘形嘅戰術啊，一個 mark 一個噶嚇，即係你前我後，你前我後咁樣走去 mark 法噶。咁咪就講頭先李健和嘅情況，哎呀，睇翻呢個波之後，彭金泉咧竟然間咧係大踢 Q 啊！哇！嚇到呢個龍男品啊，一額汗啊，因為個波咧一拍埋咧，後面有球員逼到埋嚟噶。楊建強喺佢後邊噶，如果呢個波特別咁細咧，一甩咗位，一西翻前面咧，就益曬楊建強啊！波好咗咧，亦都益唔到楊建強。咁楊建強咧即刻攞翻，冇位佢啊，終於俾翻雷大華，再俾後邊轉方向，陳偉超唔好甩啦！哎呀，頭槌一點點翻落嚟，朱大。山道士後面有羅偉智，他看不看到啊？看不到，但是都給到這邊啊！給到過來呢，機械呢即刻反過去給羅偉智，但是這個球好遠啊，完全呢是裝噴筒都追不到啦，這個球機械呢看就看到的啦。如果細力少少這個球世界，因為呢羅偉智右手邊中間還有個譚佛士走入去的。好啦，教學球開出來，在遠面呢是成堆人圍馬堆啊，終於呢是突圍而出，將個球是殺返上來幫迪過就過到啦，終於啦！哎呀，呢個波咧，巴貝利嚟噶，同埋呢個顧錦輝啊，大家咧係球證嘅示意啊，都係示意呢個掟波啫，界外球。咁但係咧就話咧係呢個巴貝利係篤出嚟嘅。咁啊打，而家咧就上半場咧打咗咧九分鐘咧係接近十分鐘噶啦。咁咧就下半場嘅時間，咁就基本上咧巴貝利都收咗啲火喎，睇嚟啊！我相信他如果按得住自己呢，反而是想着打好波呢，可能在麗新的队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加大。陈炳安、顾锦辉，基亚看他神高神大，啲波底都相当好的，这个波呢通了坑渠跟着再出，但是这个波是地波出割草式咁出啦，結果俾前柱嘅麗新球員都係刪咗嘅。咁啊，趁呢個時候要提一提咧，就係見到南華會咧，似乎有個後備球員係熱緊身啊，就亨打嚟嘅。哇！另外一隻轟炸機預備出啦。嗱，而家呢個 case 啊，好幽默喎。嗱，見唔見到咧？譚佛士啊，冇一隻鞋嘅左腳啊！嗱，左腳冇一隻鞋嘅，佢頭先可能甩咗鞋帶，賴羅球咧將佢隻鞋咧掟咗出去，咁所以咧佢就企喺賴羅球隔離咧咁興，啲好嘢喎！佢唔使綁鞋帶嘅，就咁抽翻落得㗎。係咯，暗器嚟嘅可能。嗱，睇睇呢個慢鏡頭啦，嚇賴羅球咧執起佢隻鞋咧就揈咗出去嘅。咁啊，有險風度喎，有險風度啊！開咗波啦，睇下先。前柱一線跟住賴羅球左腳勾翻出嚟，大家膊頭鬥擔咧，見到啊巴貝利咧，好似啊個面有事冇事喎，哦，做戲喎，出咗界。咁啊，其實咧，自從上半場嗰件糾紛咧解平息咗之後咧，雙方嘅球員已經撳住咗啦。咁啊，但係頭先咧又搞啲咁嘅嘢出嚟。一時之間好像那個氣氛又凝重了，緊張了一點這樣。賴羅球頂翻出，巴貝利側下一批，顧錦輝怎樣一起去撩高自己去難啲啦，頂到啊！呢波點點哎呀中柱啊，跟住再射，哇！呢個波靚啊，呢個波靚啊，第一個波唔入唔抵，第二個波車身射拉靚到絕啊！喂，嗱呢個波真係我哋慢鏡頭要睇清楚啦。基亞呢個波靚到啊！九號嘅譚佛士空曬，面對空門點樣？腳面一彈，中柱角出嚟，睇下基亞嗰個動作，哇！靚到啊！哇！哇！呢個波真係靚啊！基亞個人咧就足足有六尺四寸咁高啊！你睇下佢做一個咁柔軟嘅動作，點做啊？嗱，馬勒多納射咁嘅波咧，係平常啊，但係咧基亞你睇下咁高，但係做咗咁嘅動作出嚟，難度咁高，一比零，南華領先。入波嘅時間咧就係下半場嘅十二分幾，十三分左右。阿潘啊，呢個波切入咧一定要讚一讚呢個顧錦輝啊，因
果咧，頭先見到顧敏輝撩起個波咧，自己突圍係衝埋去頂出嚟嘅。嗰個波我諗佢頂唔到嘅，咁樣撩邊會頂到啊？點知咧就拼埋上去，啱啱有助跑一蹬就頂到個波。啊！一頂前咧，見到咧就有兩個籃球會嘅球員已經係突破咗個越位陷阱啦。跟住咧就見到譚拔士首先一撳，跟住哇，基亞個波真係靚，真係唔怪得我咁激動噶。咁啊，麗新咧落後之後咧，睇睇你話較早前咧有個射門，但係咧又無功而退噶。而家喺翻中場咧，李傑豪攞住撞到呢個山道士，啊益咗佢喎，嗰個方向咧俾翻自己拿落頭都搏到上嚟啊！陳炳安解圍，但係張傑德落翻出山路斯腳下，睇下主球員先。哇！呢個陳傑滔咧好嘢啊，一跳跳去避開個波，一路推落啊！牙渣聲，睇下去唔去到啊？出啊出到啊！咁但係咧，仍然咧俾後邊咧一夫當關啊！陳炳安將個波撐高，羅偉志加頭，許德華中間咧避唔到啦，又俾山路斯叫翻出嚟，拉羅球上去啊！哎，基亞好嘢，好 fit 啊！又過埋一個。有啲阻人嘅嫌疑啊！呢球波冇錯啦，球證咧即刻係吹罰啦，基亞咧係避阻，咁因此個波咧就係罰球嘅。哇！睇嚟基亞好 high 喎，殺得勝利咁啊！哇！你睇佢係咁全場奔跑，哇！呢、這個球員真係好嘢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就而家鏡頭影緊基亞，但咧喺場邊咧見到朱宇大咧就係走埋場邊同阿偉哥咧係好似著咁，但係見到亨打咧就預備就水噶啦。我哋見到呢邊個波咧未開，咁咧亦都係收到咧一個數字啊，21,950啊，就係今日嘅入場人數啊，哇，二萬幾真係即係少有，今年係未試過二萬幾啊，破咗紀錄噶啦。破曬紀錄，因為睇個預售飛嘅走勢，知道咧係呢場波一定會破紀錄啦。麗新各方面咧，紐頓冇心機啊，因為佢都唔踢得。哈力奇亦都係，李炳宏咧就而家咧睇睇啦。哦，而家咧就係籃球會又換人啦，籃球會換人啊嘛，我哋睇下係邊個先。亨打就換入歐陽英齊咧，就退下火線啦。歐陽英齊啊，跟咗你。翻到前边，睇翻场中嘅比赛，顾锦辉一斗，陈炳安好定当，攞定个波先。罗伟哲，依家南华会应该可以打嚟咧，较为定少少啊，因为佢哋有一球在手，咁同时嗰个势咧，全部系佢哋噶。王国安，好嘢！哎，又甩咗。基亚一弯到中间，越位啊！亨打咧越位，嗱趁咧就系呢个越位咧，有段时间咧亨打入咗嚟之后咧，就换咗欧阳燕池出去啦。我想补充一点咧，就系咧欧阳燕池原本系 mark 咧巴贝尼，而家咧南华会就派咗朱宇大，朱宇大咧就准mark 嗰个邦迪噶，系啊邦迪啊。咁邦迪而家咧就俾咧呢个朱宇大咧就一步一步咁跟住啦，好似咧就系佢个影子咁样啊。佩利過咗，俾佢左邊，但係咧可惜咧佢自己咧有少少貪啊！哎呀，有少少係驚險鏡頭，不過咧都係有驚無險啊！巴佩利咧知道咧小紅啊，又俾紅呢排嘅信心唔係好夠，所以咧有機會啊都寧願射，試射都好過俾左邊。南華會的打的方法都是可以打雙箭頭，同埋就右邊啊羅偉智，左邊啊基亞，咁嗰個功力可能會仲強噶。咁同時咧，佢哋因為咧對手係少咗黃利啊，咁顧錦輝就可以咧就係集中精神 mark 咧就巴貝利啦。咁咧邦迪就由朱宇大，咁其實佢人選方面咧仲就冇乜變動啊，都係臨場咧就應變啊，改變個部署個防守噶。咁而家喺禁區入面點啊？最後咧就係彭錦元頂出，好嘢！張志德咧鬥過喺後邊拉羅球，仲未出界，彈埋去彎，呢個波冇事。咁啊，每次小紅接波之前咧，發覺即係啲球迷都會有啲怪聲出現。
守門員嘅信心好緊要啊，潘係啊，即係佢頭先個球波就係啦，咁高埋咧，佢睇一睇唔喐啊，咁大家都定一定啊，唔知佢想點樣啊。咁啊，睇翻場中間先啊，南華會又有機會啊，一送埋嚟，亨打咧頂到啊，啱唔啱先？但係咧係過唔到趙俊明，楊堅強。追到邊線，哎，好搏命啊！彭錦全咧認真搏命啊，因為咧，如果楊健強一路再推到落去咧，右邊呢個位咧就係佢嘅，咁所以咧佢情願咧係奮不顧身咧係飛身咧係跌落去咧係踢跌個波。咁啊，睇嚟南華會今日咧真係發揮到佢前仆後繼嘅精神啊！好，波就開翻入嚟啦！拉落球，佢唔大腳，佢俾阿細鬼，細鬼同基亞撞一撞，但球證咧示意繼續，細鬼仍然瞓咗喺度嘅。波就出咗界噶啦，睇睇細鬼點先好喎、啊！啊，頭先咧就係同基亞撞一撞，摸住，而家摸住條腰骨。細鬼呢個波，我諗佢會幾傷啊，因為佢當時落地嗰下咧，係完全個人係放鬆曬嘅。這下呢下賴洛球呢就是有多少是線線地佢真係。因為當時賴洛球其實可以順腳用右腳大腳掛上去㗎。但賴洛球就冇咁做，即係將個波用腳面係彈過右手邊少少俾佢。咁可能佢都唔為意有基亞喺度啦。咁慢慢捽添啊。我見到軍醫出嚟慢慢捽。喺場邊呢就預備抌波，但呢輝哥呢落得輝就好緊張。好啦，冇咩事啦，起翻身。張志德咧可以繼續比賽。譚拔士，白三波。張志德。譚拔士偷到，雷大華加腳，陳志強頂前，追唔追到？追唔追到？啊，追唔到啊！追唔到啊！趙俊明呢個波咧，佢起步慢咗。咦，咁啊，形勢睇落去，如果麗新咧仲奮力追的話咧，凍個水㗎啦喎！下半場嘅21分幾㗎啦，因為係較早時候記憶之中咧，就有巴貝利嘅一次試射嘅啫。下半場嚟講，麗新嚴格嚟講咧就冇啦。基亞，哇！呢個波靚啊，空曬啊！彭錦祥睇到定曬，會唔會第二球？地波出，哇！好陰啊！呢個波用地波啊，個我認為喺出高波嘅時候用個急勁嘅地波出嚟。哇！你話一個紅衫嘅球員冚到前柱啊，呢個波大機會啦。但係咧防守變反攻睇下點樣？哎呀，嘥咗啊！默契唔夠啊！楊健強帶咗一程嘅波俾唔到啊巴貝利。球證吹罰啦，當然係吹罰啊張志德啦。罗伟芝咧仲瞓咗喺度噃，咁而家见到咧，军医咧就即刻咧走出去睇睇，又系揞住条腰骨啊，同头先阿张志德咧同阿基亚撞撞嘅位置差唔多，睇睇米拿化啦，咁啊望望咁啊有冇机会出场咧？究竟啊，而家系赢紧一球，咁啊领前之下咧，照计咧，我睇换嘅机会又唔系咁大，咁因为目前咧佢仲未话起身去换呢个热身咁样嘅，啊伟哥坐喺度啦。隔離就是領隊洛德輝，都可能會後半段俾佢出嚟幾分鐘啊嗰啲嘅，啊攞獎金啊！咁啊，球迷都好渴望呢個陳柏芝登場。呢啲都係即係球會嘅一般規例嚟㗎，係咪咧？都唔係，依家睇個記錄啦，睇形勢啦。而家1-0咧，唔係話好穩陣啊嘛。譬如咁，如果2-0咧，就佢就可以即係盡量啦，或者俾啲後備出去吸收經驗。而家主要就睇個記錄啦。1-0唔係咁穩陣㗎，因為而家麗新咧突擊，
佢而家冇咗一個強攻嘅本錢啊嘛，因為黃未出咗去，佢唔可以強攻啊，冇高佬，所以你唯有突擊打組織咧，佢哋係徹底啲。但係唔亦都唔可以抹殺佢，冇機會可以攀和噶。所以南華會咧，佢呢部第二個後備名額，佢唔係隨便會換嘅。好啦，張志德的嗰波帶翻順出出嚟咧，俾出嚟咁，但係亦飛咧，俾啲彈幣截到。基亞咧用腳面繞翻後，陳偉超再轉嚟一個180度轉身。咁就冇得去㗎啦，如果咁樣去就冇得去，不過好彩呢冇得去之中都有個罰球俾佢搏到。基亞呢個球員都粗中大幼啊，呢、這個波呢、這個球員呢作用好大㗎，佢實際好花巧啊，有頭有腳有速度，咁外援你呢就其實靠呢幾範都夠打㗎啦。哎好可惜啦，咁多高佬喺度呢竟然呢就冇俾唔到個高波出嚟㗎。嗱、這、呢個波譚拔士咧係食咗賴羅球一腳嘅，印埋佢嘅呢個波好明顯啊，係向個大髀度踩埋去嘅。不過就冇事噶，呢條波真係冇事嘅。如果前鋒球員咧，通常重傷都係咧就起腳射門瓜嘢咧，就如果人俾人陰咧，最重傷就應該嗰啲 case， 或者係背住人攞波喺後邊咁樣掠落去就比較大機會咧重傷。如果呢啲咁嘅面對面咧，即係大家都。有時有翻咁上下年份嘅呢個甲組經驗嘅球員，通常都會避得到嘅。亨打頭槌點到啊！咁啊，好可惜啦，黃利啊掉咗出場啊！咁啊，否則的話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即場較量下，究竟邊個球員好啦？好啦，真係試射，地方冇甩手，好嘢！咁其實咧，巴貝利咧起腳時候咧。個波就未到龍門嗰陣時咧，就在座嘅湧南打球迷其實心中已經有個問號啦。咁啊問題呢個波會唔會甩手咧？我確認呢個波接得好穩，冇事。張志德輕輕頂翻入中間陳志強嘅琴青個頭啊！咁但係搞到咧就李健和亦都係好波，呢個波咬腰咧俾咗咧就係楊堅強，好波。好啦，有機會啦，一彈彈到個波底，可惜啊！呢個波咧巴貝利如果咧。但係射靚啲咧，呢個波有機會啊！操之過急啊，呂達華個波俾得好油啊！呢個波估唔到佢俾到呢條線啊，真係。但係巴貝利咧撩嘅時候咧，唉，操之過急彈高咗個波，否則咧呢個又係好大機會嚟噶。巴貝利一年咧係兩次施射咯，咁但係見到咧佢似乎都係心急啲啊，畢竟咧球隊係落後啊，佢好渴望係快啲替球隊攀平嘅。巴貝利下半場嗰個表現依然咧係有翻上半場咁嘅水準，但係咧邦迪咧就較為令人失望啦。下半場我未見過佢咧係起腳噶，咁啊同時墊波機會都少之又少。哎呀，這腳球呢腳波咧，嗰個勢咧好肉酸啦。羅偉智嗰個勢咧就相當唔好。賴羅球睇下有冇事先嚇。羅偉智上半場有個黃牌。咁如果呢個波再俾黃牌就唔掂，佢個出腳係唔掂㗎，呢個波出腳係真係好唔啱㗎，老實講，膝頭哥落啦。嗱，睇下球證咧，應該就唔會再俾黃牌㗎啦。如果咁樣啊，冇任何動作行埋去，只不過係吹罰啫。咁如果係揸正嚟做咧，呢個波應該係黃牌。好彩啊，好彩，夠運啦，真係羅偉智夠運。頭先話佢唔夠運啦，而家係夠運啦。好啦，呢個罰球咧就可以名正言順。俾巴貝利咧有足夠嘅助跑，但係佢會唔會射呢？因為前面嘅邦迪咧，因為呢邊嘅李健和，李健和唔會立埋佢啦。邦迪、巴貝利、邦迪，啊個波高啦，係邦迪射㗎呢個波係邦迪射。佢係諗住係甩埋去啊！但係呢個波咧就係高咗少少，咁同埋加上人就嗱，我哋睇呢個慢鏡啊，第一個咧就仰埋去啦，那個波咧爭好遠啊嘛，我爭好遠啊嗱，從我喺呢個角度睇睇先，特別嘅攝影機啊，都緊緊啊，高出啦，呢個角度睇咧就唔係爭咁遠，咁就唔同嘅角度咧就係更加可以係清楚啲啊，俾更加清楚嘅坐喺球場睇啲，哇，睇翻南華呢個波點樣啦？去終於咧，俾陳志強咧快一步啊！都算好嘢喎，好似大人同細路仔玩咁樣。咁但係個細路仔喺前面咧就整咗波去，啲大笨象嘅小老鼠。咦，角球嚟㗎喎！角球啊，角球啊，因為咧陳志強係攝到個位咧，將個波篤咗出去㗎。咁山道士咧就行埋預備開一個角球啦。
我見到了基亞曼拔士亨打了三鬼拍門在曬中間，就仲有一個羅偉子入邊。基亞走前出翻嚟之後咧，再撞翻埋去，睇下譚文志點樣啦。有用手啊，呢、這個波用手啊，冇錯啊。細鬼之後波解圍嘅時候咧，佢即刻用手撳撳落啊，拍個波啊。嗱，睇睇呢個角度好清楚啊！哇，成份去曬佢啊，成份去曬咁啊，撞咗隻手。佢都係本能護住個頭嘅啫，個雙手。因為波咧散埋嚟，可以散到佢噶。即刻開出嚟幫迪咧，就睇下點樣啊！呢個巴貝利士班人後面頂唔到，山道士輕輕一接，亨打又甩咗啊！一送埋咧，又見唔到呢個白衫啊！咁啊，大陳炳安咧就係大腳鏟翻上嚟先。拉羅球同譚物士兩個鬥法，但球證啊冇追。譚物士咧就推咗個左手邊，嗱球死都逼住佢啊！篤都篤唔甩個波，但後邊有啲啊，佢唔俾啊！而家俾喺出邊嘅山道士，山道士咧點樣面對住雷達華，俾翻後邊咧殺上嚟嘅陳炳安。陳炳安即刻咧想射個波，射埋冇力，鬼啦！呢個波咧空咗啦後邊，睇下點樣啊？呢個包括你。本來咧喺個越位位置，而家褪翻出嚟啫。李建和擺過咗呢個陳偉超送過嚟呢一邊，腳面一攞，哎呀點啊！雷達華送出嚟中間帶，頂頂啊頂到啦，但係可惜啊！呢、這個波咧，南華嘅後衞咧有啲責任啊，竟然咧冇人埋嚟頂啊，係俾巴貝利咧輕易咁樣頂啊！如果呢個波啊頂埋少少啊，直情死角入網啊！任偉雄完全冇反應啊！我睇到任偉雄當時咧就係、是、投降㗎。完全嗰個姿勢係投降嘅姿勢嚟㗎，咁但係個波咧就冇辦法啦，一個波位喺入與唔入之間咧，往往就係揸一線就係咁解啦。所以下半場咧三十分鐘有多，一比零南華仍然係領先緊，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見到咧落後嘅麗新咧已經係有翻啲起色㗎啦。趁住咧南華咧後防咧係比較亂咗少少嘅時候咧，係加強佢嗰個係進攻㗎。李建和再不過呢邊顧錦輝山道士應該可以將個節奏咧稍微拖翻慢啲，等自己班球員咧係定翻少少。山道士再俾前譚拔士個位咧就已經係俾賴羅球攝曬，喺後邊咧就推兩下之後咧，球證即刻吹罰。嗱，我就覺得呢幾分鐘咧南華會咧打得好混亂啊！而麗新咧就嗰、那個反而咧就佢哋下半場咧就換咗人之後咧嗰、那個攻擊力咧反而仲強過有黃你喺度啊！可能咧就係巴貝利咧移翻上前線咧嗰、那個控制嘅能力好強噶。咁另外一方面咧，邦迪咧呢場波真係打得好平凡。好啊！啊，第一時間咧撞射雖然咧唔中目標啊，但係咧都叫做咧有一份咧就係射門肉喺度，亦都咧就係有啲觀眾亦都俾啲掌聲佢。咁而家嘅紀錄咧就係南華會啊領先一比零啦，而嘅時間咧已經超過咗下半場嘅三十分鐘啦。麗新咧都唔係話冇機會攀和噶，就幾分鐘前嘅巴貝利嘅射波啦，另外咧就係雷達華嘅底線嚴中嘅頭槌飛身插水咧，都係有機會可以攀成平手噶，亦都係南華會咧遲遲未換入咧就係第二個後備人選嘅一個原因嚟噶，而家即係吊住鹽水麗新。好，陳志揚俾過嚟張志德，方迪。李建和亨打批俾咧谭拔士，咁啊基亚喺左手边呢个波推得好靓喎，哦不过慢啊慢啊慢啊慢，哎仲有机会，我俾阿陈志强咧就截到，横传俾张志德，李建和。好吧，哎，又過唔到咧，就係彭錦全啦。彭錦全已經出咗好快啊，啱啱咧將楊建強準備咧撞牆嗰個傳波咧就閂咗出界。咁球證話呢個波咧係南華會波添啊，因為咧旁證啊陳任明咧舉起支旗咧仲隔起只腳啊，示意呢個波咧係最尾係打翻楊建強出界啊。咁所以咧陳志滔咧就。俾一個係南華嘅界外球，咁啊陳偉超咧係預備拎去抌啦，咁
咁啊示意佢快啲抌添，陈志涛抌入嚟，基亚硬到，阿麦斯出界啦，黎新嘅界外球。咁啊，谭文柱咧将个波掟高佢先，嘥多少时间都唔嘥得几多嘅呢啲。细鬼好快掟翻入嚟，睇下咧前面嘅球员咧有冇人走位冇啊？终于要仲要喺后场咧慢慢猜，因为前面嘅球员咧未有空位啊，放唔甩个波啊。与其立乱放咧，就不如咧后场猜到两脚先。黄国安睇下咧，李健和缩出嚟噶，唔俾唔到佢，而家俾落去方迪。但是呢球证先吹罚呢个朱大呢拱方迪啊。呢、這个波呢就是约我是30码左右嘅啫。咁如果脚头好嗰啲呢都射得过潘。係啊，尤其是阿巴佩利隻左脚啦，呢个位呢就好啱佢射啊，可以咁讲啊。咁但係佢会唔会今次轮到佢射呢？头先方迪射。方迪呢脚头无灵。咁所以呢我哋已经见到巴佩利企咗喺度。佢都心里有数㗎啦，可能係左脚呢係试一试。咁啊，呢個球員咧左右開弓都得噶，但係咧佢有時整體嚟講咧就左腳咧比較好啲。咁但係咧睇嚟而家企個位咧又有機會用右腳嚇，睇下點先，真係射埋去地波今次接得好實，今次接得好實啊！任偉龍咧冇乜猶豫動作，咁所以咧即刻過嚟啲擁籃等一陣嘅掌聲就咁解啦。啊！呢、這個波咧割草色彈咧，但係唔易接㗎，呢個波絕對唔易接㗎。雷大華頂翻上前，方迪仲攞唔攞到？出咗，藍華會波，方迪咧上一場係對愉園嘅時候咧，睇佢樣係相當風騷嘅，咁啊同今日個樣咧完全係兩回事。今日咧就頭耷耷。阿潘啊，我記得舊年嘅銀牌決賽咧，邦迪咧就非常之威風啊，因為咧佢係射入奠定性嘅一球，咁啊替愉園咧係攞到冠軍。今年咧就似乎咧係情況有啲變啦。嗱，睇翻球場啦，咁啊球證咧係吹一先噶啦。賴羅球呢個波咧，自己跌落地下嗰下咧作勢啦。咁啊，好似好傷咁搏同情，但係冇用，因為咧陳志滔已經睇得好清楚呢個波咧，佢係犯規在先。羅偉智咧，每場波我都見到佢係即係每每係對方後防球員針對嘅目標嚟嘅，因為佢嗰種打法咧比較速度型，一去就去到盡，成個勢啊去曬嘅，好似阿根廷個肯尼基亞咁啦，成日都以人黃牌嘅。即係趕出場啊！就呢啲球員啊，佢快啊嘛，係啊，你唔踢佢咧又唔得喎嚇，佢即係分分鐘咧可以喺後你兩個身位咧走翻轉頭咧超前你三個身位嘅，快到咁緊要。有時啲後衞唔係話一定要刻意踢你啊，就算你大家平排走咧，俾佢走快過咗咧，你個腳尾咧拍到個腳尾，佢失重心跌又入埋你數嘅，就係咁解嘅。何偉智咧，今年季初咧一直都係受傷嘅困擾，傷好耐啊！復出冇幾耐嘅啫，復出冇幾耐，都係呢六七場波之間嘅事嘅啫。嗱，罰球啊，罰球就難話會有啲高空嘅本錢啦，係嘛？因為咧就亨打都入咗嚟啦，戳埋嚟頂就頂到啊，唔中龍門啦，譚佛士就頂到，不過咧就出咗界，佢都睺準嚟頂噶啦。嗱，我哋睇呢個慢鏡啊。一送埋你咧，譚佛士咧一升起一揈，但係依家佢係原地升起咧，即係冇辦法係衝到埋嚟頂啦，衝到埋嚟頂咧就機會大好多。咁啊，原地升起咧就將個波批咗出界嘅。黎新嘅攻勢啦，睇下點啊？巴貝利咧搞下搞下又甩咗，顧錦輝都有理冇理，大腳送上去啦。黃國安鬥呢個譚佛士，黃國安好嘢，一耷俾你嘅，扣扣住個波，扣翻，但係咧高張得滯啊，俾阿亨打咧撞翻個波，好在咧落翻喺自己隊友腳下啫。睇下呢邊咧，辣椒點樣啊？甩啊甩咗啊！咁但係咧，個波係撞咗出界啊！咁啊，冇辦法啦。如果波快咧就攞到，咁啊個波咧撞咗出界咧就搏球嘅球證示意。羅偉智好搏喎，今日喺右手邊咧係做好多嘅威脅，亦都咧真係絕不欺場啊！嗱，大家記住啊，我哋咧係數搏球噶，又一個搏球噶啦。咁啊，大家將個累積總數咧係計計佢啦。
一開開出嚟，先到第一個球員，但係咧冇人埋到嚟，亨打咧埋唔到嚟，基亞線埋嚟，但係亨打咧係補唔到翻嚟啊！咁因此咧就俾呢個廖俊輝輕易接到，巴貝利、方迪、朱大咧係今次 mark 唔緊佢啦，一送入嚟俾李健和，但係咧俾陳偉超咧先一腳跟住再跳起左腳攞翻，朱大咧係孭住位踢，拿落球送過嚟呢邊，穩穩陣陣咧加翻後邊先啊！哇，睇睇先啊，睇下趙俊明點樣啦，一路向左手邊推，送埋嚟咧，俾到呢個巴貝利轉唔到身啊！而家咧先轉翻 K 個位，送入嚟頂啦，但係冇用啊，因為咧顧錦輝已經守住咧係第一個前柱位咧，一腳將個波係解圍噶，只係逼得一個界外球一，巴貝利冚喺後邊，因為咧引翻呢個籃板嘅後衞出嚟先，拖翻多啲空位，轉過嚟右手邊。李健和，但系咧唔够顶啊！陈伟超先顶出嚟，亨打咧系中场接到，前面咧有谭佛士，佢咧又慢慢揼后边嘅罗伟子咧就喺个后边帮佢手，佢随时有两边可以俾，而家终于佢唔俾佢拣射喎！哎呀，呢球波咧右手佢嘅右手边咧有呢个谭佛士，再右啲咧有山道士，左边有呢个罗伟子，系有三个选择，佢就唔俾，竟然咧就系拣射喎！呢个波咧点有可能射得到啊？潘你话系咪啦？邊走邊射，但係個波咧就唔係咁射得咁好啦。好啦，下半場咧就已經係接近四十分鐘，一比零，南華咧仲係領先。李健和頂到，基亞先後。陳志強加一腳未出界，邦迪頭槌一批，顧錦輝彎翻出嚟，亨打哦，呢個波咧危險啊！球證啊，示意繼續比賽係繼續噶，羅偉哲追唔到噶啦，呢個波應該。在南華的後半場咧，陳偉超就坐咗喺度，起翻身啦。張志德、巴貝利、李健和用左腳斬埋去，朱大頂翻出聲，唉、哎，山道士有理冇理啊，將個波勾銷，暫時咧係解除威脅先。嗱，點解咧？山道士呢個波無端端要踢出界咧，因為咧南華會有人傷啊，因為南華會有人傷啦，佢想爭取個時間咧揾軍醫入嚟治療啊。咁而家咧球證嘅睇法就咁樣，佢希望你出咗場外治理，就唔好阻礙個球賽個進度。咁應該就將個受傷嘅球員咧就抬出去，然後先慢慢你喺場邊搞紀律禮儀嘅事，就唔好影響呢場波，因為咧而家禮身就落後緊，就唔希望利用呢個咁嘅漏洞咧嚟咧就拖延時間。咁而家原來咧都見到阿陳偉超係嘛？陳偉超喺度換咗條波褲添啊！咁啊，今朝我哋球迷世界就這個阿仙奴嗰、那個温特本咧，都曾經啊換過條波褲嚟嘅，都喺咁嘅情形之下，哇！如果你話冇著底褲換咧，真係唔掂，我哋揾啲人圍住先得。呢個波吹罰籃啊！會。是黎山的罰球，不過黎山對上兩個罰球在這個位置再前一點都處理得一半一半的，是巴貝利那個稍微好一點，巴貝利那個就中門，是邦迪那個就高出，現在這個情況又如何啊？巴貝利在這裡，李健和也都在這裡，照以往的邊個起腳來看都是巴貝利比較多一點，射程比較遠了，這個波這個波應該就三十幾四十碼，三十幾四十碼差不多。好了，看巴貝利怎樣比橫李健和，是啊，真是比橫他，不過沒什麼力省到突擊，好譚佛師沒越位，沒越位，他在後半場追上去的這個波，看看這個反擊如何。顧錦輝也入了，錦輝靚啊，顧錦輝有沒有機會入波，慢慢都未遲，哎呀，比呢是廖俊輝是救出了，不意有個這個幫助來的，我就看錯了是顧錦輝，因為呢哇好鬼快喎，譚佛士比他也很漂亮，他控定場幾多時間啊，
睇定啊，抗啊，俾廖俊輝捉到嘅。咁結果紀錄咧都係一比零南華領先，國球開出有餘喎。山道士再趟翻入嚟中間，基亞再射，哦呢次係左腳，吹點啊？是吹罰啦，冇錯，因為未離開啊。吹罰咧就談不事。個時間我睇翻咧，仲有三分鐘到啊，下半場阿潘，你記唔記得有咩場合要補時㗎？有冇？認真場嘅時間阻延咧就冇。冇啊嚇，冇啊。咁所以咧，球證咧好可能咧補時咧係會比好少嘅啫。冇上半場兩分半鐘咁多啊，應該冇啊。即係話麗新剩翻嘅時間咧，就真係少之又少啦。不過仲有兩分鐘。罗伟哲逼落底线，攞翻个界外球。咦，44分啊嘛！正式嘅计时咧，就只系一分钟之内已经可以完毕噶啦呢场比赛。仲有30秒。咁我睇咧加時個機會就好微啦。如果捱到呢段時間，咁就南華會都喺度拖緊時間噶啦。係拉唔到，李健華好似都唔係喎，五個啫喎。基亞俾龍門啦，冇錯啦。啊，基亞個勢咧，我哋見到佢咧俾翻龍門。呢、這個澳洲嘅球員咧，呢場波啊功臣啊，真係射一球波打得好啦，好圈可點。阿潘就話佢嗨曬，乜搞到阿添講呢個阿潘咧講波都嗨曬。嗨曬有兩個解釋嘅喎。好啦，睇下龍門啦，任偉雄大腳，譚伯士頂完個波唔知自界邊，黃國安頂佢前邊，哎呀，陳炳安呢個波以為佢漏喎，羅偉哲。三到四，有一个后争。陈炳安慢慢将个波咧系移嚟左边，呢个波睇到啦。张志德定啲嚟，吕大华睇下前边有冇，哦个波俾漏咗，俾失咗。三到四，过咗成分钟噶啦噃，保时。球證就隨時吹雞㗎啦，基亞啊，基亞可以啊，斬出嚟，楊建強頂落底線，角球添。呢個時候輸多個角球咧，我諗啊冇啦，應該。咁啊，當然㗎啦，贏緊波嘅南華會咧就慢慢，你急我唔急。山道士谭拔士短角球又是这样得住个位踢我啊，不怕你啊，这度飙突然间杀出个程咬金出来，结果呢在球证的手势又是南华波。麗新咧啲球員咧就好似熱鍋上嘅螞蟻咁樣。哇，都幾好力喎，基亞低入後邊，羅偉哲要轉身，顧錦輝，顧錦輝又帶去嗰個角落度，嚟埋嚟啊，又係呢招，萬應萬靈啊，一堆人。最後一擊啦，點樣？但係咧，旁證又示意嗰邊有事喎。咁啊，睇下旁證點樣先。罰球嚟㗎，咁樣肯定係一個死球。
吹罚黎新添。基亚猛举手噶啦，较早时候嘅角球佢都猛举手啦，顶前。哇！睇嚟咧，保时啊保咗好耐噃，保咗超过两分钟噶啦噃。李健和俾中间，最后一击啦！方迪起步慢，起步慢，转唔转到？照計咧，阿如喺下半場嚟講就有冇咩話特別阻延嘅時間啊？係，而家我哋睇翻大鐘咧，保持咁耐嘅噃，保持都超過三分鐘啊！好，喺呢個時間咧，吹雞完場啦。係啦，終於經過咗九十幾分鐘嘅賽事咧，最後結果就係1-0，紅衫嘅南華會咧奪取今屆嘅銀牌冠軍。冇錯啦。